大家好，老师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讲《诗经》的第五讲，就是祭祖的乐章。这一章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像副标题似的东西，就是颂歌献给谁。颂歌嘛，就是祭祀的时候要颂扬祖先，这就是所谓的颂歌。但是颂歌到底献给谁？是不是生前做过王，死了以后变成了神，变成了鬼以后，就一定能得到献歌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观察《诗经》不是这样。所以颂歌献给谁，我们先一言以蔽之，颂歌献给那些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对周家的历史，甚至对人类的历史、人群的历史有贡献的人。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上德行。颂歌是献给那些有德行人的。所以这个观念，这实际上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一个祖先崇拜观念。我们现在看历史，这个商代人，他的祖宗没有一个德行的概念。甲骨文里面到今天说确凿无疑的，就是那个德字，啊，还没有。有人说呀，有一个字是德字，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是从甲骨文里边看的，殷商祭祖还涉及不到一个德的概念。商代的甲骨文记录他的祭祀啊，这个祖先崇拜的观念。我们由这种祭祀看他的祖先。日本有位学者叫伊藤道志，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他里边有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简洁明快。他说，殷商人的观念中，祖先是什么？祖先是嗜血降灾的精灵，神他们是很可怕，是一股莫名的力量，神秘的力量。我们人类的恐惧啊，人类的恐惧主要源于我们对那个给我们造成了影响的那个事物的不了解，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才恐慌。一个声音传过来以后，注意，你如果知道是哪儿在放炮，你不会恐慌，啊，你听到声音再去找原因的时候，就是恐慌的过程。这是日本一个学者，我们中国的学者，比如像陈梦家先生有《殷墟卜辞宗述》，在这个《殷墟卜辞宗述》里边，他实际上讲到了。这个鬼神在殷商，鬼神就是祖宗、祖先神，包括一些山河神，啊，甚至有一些祖先神，远古的祖先神跟山河神又是，啊，山川神，又是合一，啊，基本上就是降灾、降雨、降祸，啊，出岁，这个跟这个伊藤道志说的是降灾这种观念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伊藤道志这个说法也是参照了中外学者的许多学者的说法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这个东西就涉及不到祖宗德行不德行了，就是个神，就是一部令人恐慌的力量，啊，所以多少有点像小孩子怕鬼，无论是谁，啊，只要是说鬼，啊，不论这个鬼是好鬼还是谁的鬼，啊，都害怕。那么进入到西周以后，注意，这种上德观念，我们在这个一些相关的记载里边，比如说像《国语》《鲁语》当中，谈到了祭祀的时候，就说到了，他说：“夫圣王之治祀也。”法虚民则祀之，以死秦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撼大祀患则祀之，非是足也，不在祀典。这是鲁国人呢，因为当时涉及到鲁国人要祭祀一些祖先、一些鬼神，这个鲁国人有人站出来，他说：“先圣王，实际上这个观念我们今天看，这个先圣王不会太早，应该是从周代以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这种祭祀观念是什么呢？法施于民。啊，我们知道过去古代有什么立功立德啊，你的法度，民众遵循了，觉得好，这叫法施于民。这个你有这样的功劳，祭祀你。以死秦氏，你为国家事业，啊，比如说像大禹治水的时候，殷商有个祖先，因为治水淹死了，淹死了以后要祭祀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给人群做出了贡献，献出了生命，以劳定国。因为他的劳作，因为他的操劳，使国家安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祭祀他。另外，能御大灾，
抵御大灾难啊，大饥荒啊，大蝗虫啊，水灾啊，来了以后你能抵御，能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个祭祀能撼大四患。大四患就是大四爆发的什么这种祸患，你能够就是能挡住啊，撼嘛，捍卫的撼。这个给你立四典，非士卒也不在四典啊，你不在，不是以上这种情况，注意不在四典。注意这个四典指的是隆重的祭祀，国家给你设一个节日啊，举行一次特殊的大典啊。所以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由原始的祖先鬼神崇拜开始向什么，向人文精神转化了。死了以后不，你是鬼不要紧啊，你是可怕，但是要让我们歌唱你，你得拿出点德行来啊。根据我们现有的诗篇和现有的这种青铜器，这种铜啊，这种文字，还有什么，还有尚书里边一些记载，实际上在周代啊，周代十二王都有庙，现在在金文里边可以看出来都有庙堂。死了以后给你一个牌位，可能给你设一单独小房子啊，给你一个宫殿。但是我们看《诗经》，我们知道周颂，我们曾经讲过，对颂的定义就是以其神明告，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告神明。所以颂又是五荣，也就是说，结合前辈学者的观点说，在祭祀祖宗的时候，我们要有音乐舞蹈，它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周颂偏偏都是什么，都是祭神诗，实际上原不是那么回事。你比如打开周颂第一首《清庙》，素庸啊，先写清庙的庄严肃穆，先写啊，然后写什么？写文王的子孙几几众多，然后写祝祭的人们非常敏捷，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献神的曲子，这是请神之前做的一个音乐铺垫啊。另外，在《诗经》里边有古有古在周之庭。有鼓，鼓是什么？这有一首诗，周颂里边有一首诗叫《有鼓》，就是瞎子艺人鼓啊，鼓舞的鼓啊，这个鼓就是这个字，上面一个鼓舞的鼓，下边一个木，一看瞎子。有鼓有鼓在周之庭，这个诗有言外之意，我们终于有了古人在周家的厅堂上在演奏音乐，这一看新来的，这是一个新建制。那么这个鼓，按照过去的这个诸多的这种记载，有人说古宗殷学也，实际上是来自殷商人。我们曾经上次讲过，实际上这是一种标志，标志着殷周两个人群开始融合了以后，很多大量的什么，大量的殷商这些音乐工作者，这些治理作乐的这些人，这些祭祀人员，宗教祭祀人员来到了周家，帮着他治理作乐。是，所以周礼，周代的礼乐文明不是周人自己的，是当时的几两大文化相对先进的人群融合了以后产生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也不祭神呢、啊、也不祭神。还有一首诗叫《有客》，有客来了，一白骑马，其中有一句叫一白骑马，注意这个字，这啊，他们也骑着白马。学者就研究骑白马的可能是殷商人，殷商贵族。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甲骨文里显示，殷商人特别重视白马啊，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啊，重视白马还王子啊。这个骑着白马的人来了，还要写颂客，你看这些都不是祭祀，但是围绕着祭祀而展开。我们要打破一个概念，不要以为周颂都是献神的，它是围绕着一个宗教祭祀展开了很多活动，展开了很多文明建设。就这些本身这个现象可能比那个祭神啊，它的在当时的观念，这个观念中这种事情的重要性不次于那个祭神那场活动。所以礼乐宗教实际上就是人文，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在那个时候人文的和宗教的就已经开始变得不分彼此，就已经开始显示中国文化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那种什么人间性色彩。宗教也不那么不像什么印度宗教形态或者基督教那种形态，没有啊，强调人间，这种人间的情感即是最神圣的、最庄严的啊。
不太相信外在这个神指导我们一切啊。虽然他也祭神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诗。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在整个的这个诗经周颂里边，甚至包括大雅里边啊，就是也就是周颂和大雅里边，我们他并不是平均每一个人说你活着做王，你活着你是大人物，你死了鬼也大，就开始献歌，不是。那么我们就要归纳一下了，到底在雅颂这部分作品当中，他祭祀的中心，或者说被祭祀最多的，或者说献歌最多的王是谁？我们实际上看，第一个就是周文王。啊，周文王这个清庙，有人说是文王庙，啊，这个庄严肃穆的清庙就是周文王的庙，啊，然后大明篇啊，还有什么文王篇啊，包括黄乙和绵，都围着周文王转，围着周文王的家庭转。这是第一个。接着就是跟文王啊，跟文王相关啊，但是离文王很远的一个王，就是后稷，祭祀后稷。我们曾经说过，在周人的观念中，农耕神圣。为什么神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周人认为是我们的老祖宗后稷在大洪水之后，人们都挨饿的时候，率领人民耕种粮食，利我争民啊，让我们争民得到粮食。其次，与这个文王相关的是太王，还有就是与后稷相关的公刘。因为公刘这个人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代祖先，但是他做了一个事情，按照周人的观念啊，这都是周人自己讲的。注意，我们现在追究的不是历史史实，我们追究的是一种观念的真实性，就是周人怎么信的啊，怎么信的很重要。这个史实重，史实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你要站在周人的角度，他相信什么，他认为人是最真实的是什么，这对他来说顶顶重要，因为他要照着这个去做事情。他们认为夏朝衰落的时候，周家被迫远窜了，逃离了殷商王朝，迫害他们，因为他们跟夏朝人关系太密切，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就开始放弃了农业。放弃了农业，在周人的观念当中就等于放弃了文明，是有一位伟大的祖先毅然决然地把他的民众又带回到农耕轨道上来，这个人就是公刘。其次才是周武王。周武王的诗，我们在一开始讲大武乐章的时候注意，是围着大武乐章转的。大武乐章讲文王，讲文王克商，可是大武乐章我们曾经说过，他是在向上天，在向万民宣布我周家胜利了，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歌颂武王。他的中心并不是指向这个神，而是指向武王率领我们取得这场胜利以后，我们大家回答一个历史的很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的胜利，周家的胜利，是谁的胜利？谁的胜利？天下人的胜利，是天道的胜利，万民的胜利。实际上是在向万民、向天下求和平，不要再打了，也不要怀疑我们了，我们要把义德政治推广到天下去，希望大家一起参与。注意这个周人宏大的格局嘛。可是这个作品，你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这个作品的指向的是天命，指向的是万民，而不是说我们要赞美我们这个英雄的王，不是。当然英雄王一定英雄才能领导这场胜利，所以武王这一次作为一个中心，他还相对说在中心位置出现了。以后注意，我们看周人的作品往后看，歌颂武王的作品就很少了。像成王康王如何，诗经里边出现了一个自比成康焉有四方，就这么来了一句，自从那成王康王以后，我们周家占有了四方，完了啊。成王呢有一首诗还算是什么，还算是说了说他，也就是一首诗，至于那首诗到底怎么用还是个问题。之后还有好几代王，昭王、穆王、公王、翼王、孝王、厉王等等，没有一个诗出现了。有一个特殊情况是谁呢？在诗经里边有一个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就是周穆王的爸爸，就是那个周昭王。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人啊，昭王这个人是淹死的，也就是说他是死于战争。诗经里有几首诗给他招魂啊，但是不称他为王，称他为昭考。昭考人死了称考，不是拿他当王来祭祀他的德行，而是他因为他死得特别给他招魂。
在《诗经》里边有这么几首诗，是这个，在《周颂》里边有，啊，有见招考啊，呜呼招考，有这样讲，啊，是因为他死的比较特殊，这个实际上已经跟祭祀观念已经不是一个话题，不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了，啊，虽然也是涉及到鬼神，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形。那好，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就是先空先王被选中，为什么是周文王？为什么是后稷？为什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啊，什么历史原因？首先，西周封建，文王的子孙众多，啊，这个文王啊，在《国语》和《左传》里面都讲过，啊，讲这个当年封建的时候。封建的时候，周文王封建了多少儿子，多少儿子，多少儿子啊？有一个叫傅沉的，啊，东周一个大臣，傅沉啊，傅沉就说隶属什么？隶属当年周家封建的时候，文王有多少儿子？啊，文王有多少后代？文王16个，啊，你比如像毛，比如像鲁，啊，像什么燕。就是咱们北京这个燕啊，像魏啊，像什么这些大的国家，当时很重要的国家，这都属于文王的后代。周公自己还封了5个国家，啊，周公的孩子有5个国家，这是隶属，就是我们在就是一个大臣在说话的时候，随手这么一举了一些国家，这个绝对不是周家那个总数。周家封建的时候是多少国家呢？是一共封了70多个国家，姬姓是50多个，兄弟之国有10几个，所以这些你一看。文王的后代多，将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祭祀这个周文王的这个家庭，就是祭祀谁呢？祭祀太姒，周文王的夫人叫太姒，在歌太姒的这个篇章里边，说他什么？说他择百思难，这个我们会看到，择百思难，说他生了100个儿子，啊，这个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生的了，这就是说他有德行，就在于领导他的重妾们给文王一块生孩子，大家合作啊，生100个儿子。封建的时候也多，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原因。周家大祭文王，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术考据，不是一开始周初，是他周家建国若干年以后，马上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就是诸侯封建出去以后，如果天下太平无事的话，他们会想自己的问题想得多一些。就像汉初东方封建了很多诸侯以后，马上沿着各自的利益方向走，不听朝廷的。好在周家有特殊情况，就是周边的异姓人群、异族人群还很多，外在的压力很大，不敢率然的搞独立，但是也难以精神上让他真正的凝结，要找一个精神底盘，要找一个地平线，这个地平线就是文王。所以大祭祖先的时候，所有的文王的子孙、武王的子孙都来了以后，然后祭祀文王，歌颂他的德行，回顾共同的历史，在祭祀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祭祀中有一种物品叫做肉，又叫做啊，一个月字边，实际上是个肉字边，这个做啊，这个做是什么？等到祭祀完了以后，是把它分发给有关人员吃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看文献，也包括殷商上层。周家祭祀了以后，有人在洛阳没有参与，派人专门来把一些活的什么，把一些活的。所谓祭祀物品分给东方那些人，干嘛？认为你们这叫分福，我们祭祀祖宗没忘你们。这些在场的人，在祖宗面前，祭祀完了以后吃了共同的肉，就等于立在祖宗面前立了誓，你是吃过肉的，啊！如果你要背叛祖宗、离心离德，那就是天怒人怨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安抚殷商。在前面我们讲大雅文王篇的时候，我们注意，就是大家都学习文王。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两个人群的融合的时候，曾经给大家讲过大雅文王篇讲什么。曾经周人非常体贴地说，你们殷商在强大的时候，你们也获得过天命，你们也是天下的主宰，但是你们最后不好好做，我们的文王获得了天命了。注意，不论是谁获得天命，都是那个天命在起作用，不是我周家要亡你们殷商，是天命在要亡你们殷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学习文王，学习他如何获得天命的，我们就移行文王，万邦作福，我们一起学文王。
注意，这实际上是说服殷商人放弃这种族群之间的仇恨，在天命的照耀下，大家一起往前走。为什么是文王？这武王就不好办了。我们知道武王在孟子的文献里边，他说，当然孟子是不相信的态度，说我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说武王灭商何至于什么血，流血飘杵，啊，何至于如此？说那个血呀，杀了很多人，那血把那个盾牌都飘起来了，干嘛要这样呢？武王实际上，起码在灭商的时候，注意，他不会很文明。族群战争啊，那过去殷商人对周人又是老是欺负来欺负去的，啊，这一打进城去以后，那还得了啊？肯定是死伤了不少人，另外还放过火，啊，另外把金银珠宝全部拿走。就现有的文献里边，也是拿大斧子把那个商纣王的脑袋，还有妲己的脑袋，咣当一剁，拿大杆子一挑，啊，这就是征服者，啊，像这种，是你在殷商人面前，你要想团结殷商人，就最好少提他，淡化他，他总会让殷商人想起不愉快的历史，这就是西周人的这种拢人心的力量，做的手法细。当然还有跟前面有关系，武王儿孙少，啊，武王。另外，确立德治天下的什么需要，啊，实际上这是我们就分了三种说法，都是一个原因，他要确立德治原因，你多谈文王最好。为什么？因为首先在周人的信念当中，文王时期这是个历史转折期。这个在《论语》中说，《泰伯篇》就说文王到了文王时期，周人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了。天下如果有九州的话，六州诸侯都跟从了周人走了。注意，周人走的是一个什么路线？我们曾经讲过，周人生活开放。我们也曾经在讲这个殷商文化的时候，融合的时候，我们曾讲，在陕西境内，这个文化遗址、那个文化遗址交错而行。在陕西，不同类型的这种文化遗址，它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的人群在那儿活着。大家实际上不断在联合，不断在联合，在这一点上，周家因为他族群生活相对开放，他联合众多的小族，然后向江汉一带发展，甚至后来武王灭商的时候，就来了很多那个重庆这一带的巴人，啊，前歌后舞的帮着他打商纣王啊，所以他走这个联合弱小的这样一个路线，就这个德行，啊，这也是一种德治。周人要带领所有的人群向前走，啊，它不是一种暴力的路线。总而言之，三种原因，我们简单的说，一最直接的原因，文王子孙众多，啊，都是文王的后代；还有就是安抚殷商遗民，应该修文德，多说文王之德，因为文王曾经在殷商人做大臣，甚至有传说他还被商纣王拘禁过，啊，而且是按照孔子的说法，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了，他也不想造反。这个武王就不合适。另外，确立文德，德治天下，在周代，武王有更多的说法，而且在周人的观念当中是文王受命。这个文王受命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分两层讲。第一层讲，我们根据今天的这个《周原甲骨文》呐，还有其他一些文献，就是周王受命为西伯。周人发展起来，又商纣王没办法了，只能册命他做西伯，领导西方的这些诸侯。这是一个历史层面的，还有一个层面，这个就是跟传说有关了。就讲什么？说文王在的时候，在陕西岐山上，大群的凤凰来了。我们知道凤凰是火之精，《山海经》别讲吗？凤凰一出，天下吉祥。周人就把这个东西给神化了。大概就在周文王受命为西伯的这个前后不久，因为气候变迁，所以一大群南方的，实际上是南方的孔雀往北迁移来了。说你怎么说它是孔雀呢？哎，西周中期啊，有很多器物里边画了很多凤凰。就是所谓凤凰形状，其中有一个叫形迹鬼，那个器物上那个花纹画的活脱脱就是那个凤凰的那个铃子还有眼儿的，他们根据这个，就是青铜器上画的那个，就是孔雀的那个毛上那个花铃，因为也的确孔雀是很像凤凰的，咱们中国这个凤凰形状实际上跟孔雀有莫大的关系啊。历史他们这么传说，我们能不能用一种理性东西推一推呢？是做一个推测，我们未必就是作为一个绝对的结论，但是在这个岐山这一带有不少地方跟凤凰有关啊，包括叫名字，曾经有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在周家看来，这一大群啊五颜六色的鸟来了，这是天下吉祥，意味着我们周家兴旺了。实际上后来讲周人讲受命，就不再讲他受命于西伯了，那是一个丢人的事情，让人家册封了一个官给人家服务，就上就是天命降到我们周家来了。所以说确立德治天下，就是确立文王的正统地位，要赞美这个东西啊。我们周人确啊得天吉祥是从文王那儿开始得了上天的护佑，把这个确立出来也是文王啊，而不是武王。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诗篇啊，这个祭祖的这个情况啊。